新时代健康飞兰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关关，我又来到了菲律宾，为艾珍阿布来代班主持哦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菲律宾的慈济置业园区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是不是跟一般的金石堂不太一样啊？这边原本只是一间天主教的学校，当时学校要售出啊，为了要能够让大爱的精神持续下去，就坚持只卖给了慈善团体耶。现在慈济不但在这里成立了义诊中心，还有眼科中心，更开设了职训班，为当地人安身立命。而这里的香积团队更是卧虎藏龙。今天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了菲律宾这里，就是要请这边的香积高手为我们料理出最道地的菲式美食。哇，肚子好饿哦！你阿龙梅伦过来。Marami, meron apretada. Apretada. 哇，不愧是我们的慈济师姐，就是这么热情啊。Libre, free, 请你吃，不用付钱。你看，真的是超热情的，这我喜欢。好，我们香积上菜。哎，邱美龙师姐要为我们做这一道apretada。邱美龙师姐你好。你好，全球的观众小朋友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邱美龙师姐你好。哎，你要为我们做这道apretada，是非常道地的料理哦。是啊，哦，菲律宾小孩子、大人都很喜欢吃，最道地的料理。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道apretada的材料还有调味料。apretada材料有红萝卜250克、马铃薯250克、素肉250克、青椒100克、红椒100克。姜末一茶匙，调味料有番茄酱1/3杯、番茄膏1汤匙、盐一茶匙、胡椒粉一茶匙。到底的菲律宾料理apretada怎么做呢？邱美龙师姐，好，我们开始啊。首先，我们就是这个红萝卜，我们要切，就是这样切。哎，美龙师姐，你蛮爱搞咱观众朋友哦，开水节啊，咱都讲不是搬出去。该吃什么意思啊？菲律宾话就是你进来的时候，你说你肚子饿了啊，饿了，你说有什么菜呀、我就跟你说有啊，就是今天煮的这个apretada。对，我们这道素食的apretada。啊，为什么要叫你演这场戏呢？因为听说我们之前啊，那个大爱剧场啊，这个慈济树的故事啊，就来到我们菲律宾这边取景拍摄。对，那美龙师姐呢？就为我们这个剧组，好像你是帮忙做香积。是啊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是我负责给他们吃。然后开始拍片的时候，第一天我就出场了，做临时演员。剧组也是就地取材哦。是啊，便宜嘛，不用付钱。不是便宜，是好用。是啊，可是不知道演得好，可以还可以说。还好啊 ，baby 啊，你没有 NG 哦，是什么是 NG 啊？是 no good。那你第一场戏的角色是什么？角色就是帮卖药啊。那我们刚刚又演了这场戏，就是素食餐馆的老板娘。老板娘现在是素食的老板。演得真好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切好了之后，因为用这个切，小孩子看了比较会吃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喜欢这样子喂小孩子。对，马铃薯也是这样切。一样是这样切，这样切，好，他是不知不觉的就全部吃下去了。这些食材，我们台湾都有啊，有红萝卜、青椒、甜椒、姜，啊，还有这个是素肉角，这个素羊肉，可是你们也可以用素肉角，对，也可以用米架，也可以素，对对，素鸡丁也可以，对对对。哦，那这个青椒、甜椒，这个青椒，以前呢，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煮哎，
然后他后来为什么这么厉害？看看啊，就是看人家煮的，所以啊，大家都要学。啊，对啦，都要学啦，要学，男生女生都要学啦。好，我们先把马铃薯好稍微炸一，跟红萝卜炸。好，那么好，那会开了起啊，那啊，开起好。放油，放油，不很多，就是要炸那个马铃薯，炸马铃薯而已。红萝卜，红稍微炸一下。爱混不鸡啊？不炸也可以，可是我喜欢炸，因为假如你滚呢，对，炸它就不会碎。好，你不炸呢，很假如再熟了会碎掉。啊，好，这个差不多了，这样可以了哈。来，可以。好，来。哦，不要，不能用劲，旁边。师姐，你进入瓷器这样六七年的时间啊，对啊，应该也做了不少我们的瓷器师哈。你有做过哪一方面的？啊，房事组啊，房事组就是跟他们去房事啊。啊，尤其是现在，因为我们台湾有寄那个大米过来嘛，所以我们要给那些比较贫苦的人家啊发放大米，发放大米。哦，像上次那个什么马丽婷娜，马丽婷娜也对对对，那是我们那个大米发放的时候也运了很多大米过来发放哦。是，那边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环保教育站。有听说是也是我们慈济的一个是啊，那是从那个水灾完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啊，帮他们的忙嘛。对，我们做那个以工代赈啊，以工代赈，以工代赈，对，叫他们清他们的房间，自己的房子啊，我们还付他钱啊，还供他吃。可是呢，在这做的当中啊，我们在现场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人文的传递啊，他们学到很多我们慈济人文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啊，所以你都有在参加这个香积组，到处在香积是，假如我们在做生活族的时候，也是在那边嘛，就是稍微跟他们到沙岗。哦，到沙岗啦。啊，到沙岗，不是全部说我组的。是不是？他们有香积组，有那些老菩萨他们在组。好，阿英子嘛是比较增加，切切。好，一面就是稍微好，变色安的话，小花变小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在这个访视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定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个案，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有没有？哎，很多，尤其是我们这边菲律宾很多。就是你觉得，访视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，让你觉得这个是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，我们把油先放在这边了啦。好，我们不要那么多油嘛，就是。Okay. 所以我们的访视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，或者说遇到哪个个案，会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印象很深刻的是去年哦，去年有一个17岁的小女孩啊，17岁，哎，她很漂亮，她很漂亮，就是说本来是说牙齿疼嘛，牙齿，吹气疼，那么她就到那个牙科啊，牙科就帮他把牙齿拔掉啊，拔掉其实不是牙齿啊，不是啊，那边也有还在这边也有油哦，对对对，是是啊，好，那么等一下油要全部铺，油都要拿起来，这个油就一点点就可以，好，那我们放到这个，那我们就我还没那个姜也要来切，姜一点点就好。阿姨，小女孩误诊，阿伯阿姨。误诊后来第三天还是第四天，她这边就肿了。她牙齿痛只是小病而已，肿了就看看就好了。啊，她就说看看好了，再回去给她药啊，再回去。那到一个星期，更肿了，她又回去。当然嘞。她就说要把它就割一点呢，要去化验啊。肿得很大。肿得很大。第二个星期就这么大了，啊，这么大了。后来啊，他那个牙科医生啊，就是说没办法了，叫他去找别的计程车 taxi 啊，
回去的时候哦，那个司机啊，他都有，他知道，他说，哎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实际哦，也不用付钱的，你去看那边的医生都很好哎。那实际就是我们那个执行长啊，那师兄，他那经费行对吧？哎，这个太多，差不多一汤匙就可以，啊，大会马上。马上叫我们那个族，就是我们的族，他们说要去看看，那带车给我们的医生看，在住院呢，住院就是看两三天，好几个医生看，他说没办法了，没办法医，最好就是跟家人说叫他回去，而且哎，我们炒姜。然后就是这个羊素羊肉炒一下啊，你帮我来，我还有一个红好啊，结果呢？结果那个医生结果很难啊，我们是送他到医院去，现在又叫他要出院，怎么讲啊？我也讲不下去，后来叫我们菲律宾技工跟他讲，他回去我还记得啊。我又不知道要送他什么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圣诞节嘛。哎，他就肿得那么大，连说话都不会说话。好，放下，可以大了。好，因为我要放水了，可以大一点，大一点。两个，三个先。阿兰子纪人敢无给倒三缸？有。那我们去帮他出院啊，后来我想了想啊，就买了那个手机给他啊，很便宜啊，手机他哭了，我说你用手机啊，你不会讲话，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啊，他很高兴，就是这样啦，回去呢差不多正月17号他就往生了。可是啊，对，但是他也是菩萨啦，他就是现在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事情啊。对啊，啊，现在我们可以全部的调味料也可以都放进去了。好，我先放番茄酱。好。等等哈。好，来，番茄酱，番茄膏。哦，还有番茄膏。哈，因为番茄膏它的。颜色比较重啊，那个东西煮起来比较好看，色泽比较漂亮，颜色比较好看。那这个胡椒粉，胡椒粉，这个是盐，盐啊，这个放下去呢，我们先这个红萝卜比较硬啊，先红萝卜。哦，师姐，你这个是最瘦性。你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菲律宾的烹饪班教学？有啊，我们新素食我也教过，新素食仪也教过啊。教我知道现在最新的这个是什么？素食一加一，嗨，那个素食一加一就是他们要来学就要带一个来啊。好，这个也可以放下去。这样颜色很漂亮哎，就是啊，我们是注重色香味道，色香传呢，绿色、红色、黄色啊，小孩子看了就喜欢吃。你看啊，对吧？这个你什么东西你可以放，可是你就是要用这个汁来去做啊，番茄酱的汁来去做，太香了。好了。全部又会煮素食料理，又参加我们这个很多慈济的善行，这个可是也要比较啊，差不多焖一点，放在这里，不是说这样滚了就好。好啊，那什么单杯啊？好，会煮几时啊？控制大麻果，差不多十五分钟会比较好吃。啊，蛋嘛是在蛋啊，硬硬嘛无代志，啊无来唱歌了。听说你做到唱歌呢？无啦，凊彩唱啊。凊彩唱啊，无啦，就只有人就是红声出来，讲你做到唱的，哎，无唱袂当，来啊，唱几首歌啊。啊，你要要唱什么歌？国语歌。好，来一首，你要唱什么？你唱我就跟。
哦，那么棒啊！你唱我跟，你唱我跟，你说唱什么？来来来来，丢来来手，牵手啊！你要，你会牵手吗？牵手要怎么唱？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因为走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最值得你的追逐。爽，嗯，阿达妮妮啊，啊，阿别祝贺啊，继续好了啦，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为了外，为了外唱歌讲最好啊。好了，唱歌啦，那好，我准备去家呢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了哈，可以啦，好。要吃甜的就放一点糖，糖好，试试看看。嗯，就加，而且它有那个刚刚那个胡椒味。嗯，胡椒。有啊有啊，好讲。哦。这嘛是配饭真好吃。是啊，这边的都家家都就是煮这个，请客也是煮哈，请客他们也是煮这个。嗯嗯嗯嗯，所以菲律宾哎呦，这是正宗的这个道地的料理啊，是啊，都是有这样子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胡椒味，就是这种口味哦。嗯，好，这抓好来个菲律宾哦，真正吃太侪这菲律宾好吃的料理啊。阿飞大大，阿飞大大，哦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美容师姐给我们带来这么道地的菲律宾料理，阿飞大大，谢谢美容师姐，阿 K 小好，常感恩相惜，阿 K 小兰做出更多好吃的那个素食料理。阿飞大大做法是：红萝卜、马铃薯切块，并分别半煎炸备用；青椒、红椒切片备用；起油锅爆香姜末。放进素肉炒香，再加四杯水、番茄酱、番茄膏、胡椒粉、盐，煮滚后再放红萝卜、马铃薯、青红椒，熬煮约15分钟至材料入味就可以了。朋友知道我们吃素，也会陪我们吃素啊，因为我们不杀，没有那些血腥味啊。我们啊不吃素之前，没有鸟会进来的。因为我刚刚好听了我们那个碧琴师姐说啊，我们师师兄啊，当初吃素啊，是有一个原因。那你说决定说你要来吃素，嗯，对不对？30年，我住这30年，我去花莲的时候，到来时我转给阮师姐说，我要去吃素，啊，就遐个开始我转直直吃素落去咯。哦，啊，你当初去台湾是参加什么活动？三十周年庆的研习会嘛、啊，对，哦，對啊，你吃了老公，你感觉是未歹哦，因为我是有血压病啊，血压高的，血压高，血压高病啊，我用诶 cholesterol 加来 triglyceride 血多啊，用诶啊 blood sugar 加来高病，啊，我即吃素，我托医生给再看哦，我血压高者还是。加贵了，我贵啊，真贵了。啊，身份证会啊，各方面哦，小有控制掉了。好，控制了。好安尼啊，哦，所以食素对你来讲哦，这改变下你，下你的身体有比较好安尼，感觉这条真贴切了。是啊，哦，你即马回来了，你还影响到素质嘛？一到来自家公。啊！伊伫台湾去几日？五日吼，我睏十天嘞，精神真好啦，是毋是？
食素的关系啊，伊要开始来食素啊。你暂时阮的姻缘也是真好，囡仔咧读册，咧听嘴，啊，阮家的啊女佣也是无啥咧食肉，所以哦，阮坐讲要食素，迄阵啊真顺，很顺利啦，连家里的狗跟猫也很和谐。我讲说，哎，食素袂歹哦，大家都很和和气气。你食一段点钟，阮点来一点来咧工作的时候，阮下素也是感觉讲说，阮食素是不是辛苦会较歹？伊直直讲说，唔忙赞伊啦，无安尼哦，无一定要食素。但是他很坚持，师兄很坚持，我也跟他一样坚持吃素啊。最后是嫂嫂叫我们的厨师多做两样菜，每天给我们吃啦，是这样哦。一直吃素到现在，没停过，也有16年了吧。是人看到恁的坚持啊，吼，啊，人嘛来心想，但你想到恁的这个发心嘛，吼。好啊。啊，结果伊嘛靠你影响着来嘛开始食素啊。我有感觉，伊也是感觉讲食素的时候，他有那个纤维啦，所以容易排毒啦，辛苦袂讲说经常唔好啊，真侪日啊唔好，也是真变好啦，安尼款的讲啊，所以伊感觉是对啊，所以他继续做啊。啊，刚刚做医药的其他不来啦。有，因为阮咧食素的时候，囡仔若叫阮出去，伊就是大部分都是吃素，跟我们一样吃素。朋友知道我们吃素，也会陪我们吃素啊，因为我们不强迫他们要跟着我们，可是我们就是以身教这样做下去，坚持我们的好啦。听讲他们到树啊，这什么家树啊，什么都影响到。对，因为阮出来吼，那个屋檐下都有葱。小胶的小物质，哦，有该挂在树边头。我们啊不吃素之前，没有鸟会进来的，无胶咧入来。但是吃素一段时间哦，奇怪，我有看到胶落来哦，会打这个草，就走去树，走进来出来啦。我咧女佣说，因为我们家现在很祥和啦，所以鸟都会来啦，因为我们不杀，没有那些血腥味啊，一家很顺呐，也没有蟑螂，也没有老鼠，真的苍蝇也很少。哦，啊，他都安看这些素料，讲着伊这食素料也能改变吼，是更加好啊。啊，我唔知素料有啥物改变嘞，师兄你来讲。啊，伊食素料。啊，变较乖了，变较乖啊！啊，不然你弟弟，啊，一点点嘛。啊，你要一参加组织了哦，而且还个进步了，达多少进步？那在这边哦，多谢那四季豆师兄，啊，跟蔡碧君师姐哈，来跟大家分享你美好的素人生，多谢，感恩师兄。